個新的日本包嘅所謂，咁啊第二輪就係、是咖喱味啦。上次那個蘋果風味咧，就我覺得就普通通啦啲汁。咁今次將個汁換做咖喱，咁我睇相咧就見到係加咗芝士嘅。望落好似冇咗嚿芝士咁樣。咖喱味是有的，但是周转里面有个芝士在里面，你用不了点什么分量看看看看看吃不出来。那很不幸啊，我吃了大苹果包都找不到芝士，我们是用了啊，还是不记得下啊，咁啊算啦，咁啊都佢哋特登叫佢再做過啦。咁啊個芝士就唔係好重要嘅，對我嚟講。即係你食開麥當勞啲漢堡包，你大概都分芝士係咩味道？咁我相信都唔會有咩太大分別，但係淨係講咖喱汁啦。個咖喱汁啊都幾好味嘅，好香嗰啲。即係好日式咖喱嗰種有蘋果味嗰種感覺咯，有甘甜咯，咁係唔錯嘅一個配搭。可能有芝士就會更像煙花，亦都可能芝士會令個陣味變得怪啦。咁所以我就特登叫佢加翻個芝士俾我。咁啊，再睇明天因試埋嗰個新嘅盲人嘅出食品。今次特登揀呢只特登叫我做一個冇落鹽嘅薯條啦，兩新鮮炸起上嚟，真係幾好食嘅，冇鹽嘅都好食嘅。而家凍咗少少啦，咁啊，事不宜遲啊，我擺一下，將佢加份。
既往啦，碟粉就好黏啦，一劈嘢咁樣樣，即係我冇辦法係切到一個完整嘅粉狀嘅啫，全部都一嚿咁，一粒一忽忽咁出嚟啦。你睇到啲粉誒偏向淺色嘅，咁啊味道都好濃郁。不過咧，聞落去咧就同你出前一丁湯粉就好唔同嘅，佢又有啲臭嘅，聞落去都即初步感覺都奶奶地嘅，咁啊唔緊要啦，以身試福啊，咁啊等我食埋再試下。今集講到呢度，下集再見。